是我们罗东真理幼儿园的结业典礼，那我们总共有151位的宝贝在今天早上10点要到我们的展演厅，要结业要毕业了。各位小朋友快不高兴，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真的要感谢在这个3年当中，我们幼儿园的园长、主任、组长，所有的老师辛苦付出啊！看到我们小宝贝呢，这几天为了这个结业典礼，他们的排演付出的非常的多。虽然说在太阳底下很辛苦很热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是把他们的标准的笑脸展现出来啊！所以看看我们这么可爱的这个小宝贝，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未来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当中，这个是我们的未来的主人翁啊，所以希望说当他们进入了我们的到国中、国小就读以后呢，在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是一路的顺风，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专长、他们的这一个未来的这个在这个职场当中展现出他们的这个潜能。在这边呢，镇长阿姨、镇长妈妈要祝他们鹏程万里，毕业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把我们的小手拿出来，我们毕业快乐，耶！